Sosamambe manang kita. Soa nganai mau ya pani kana panyana, mari apa ka soa cemcela zau kya kali. Zau kya kali simbun ala nai kalua wun sani tanyala ma di ola zu. Pati unu soa nganai, maka nisi pati unu nganai una pa wola sapai tia apa cela ka soa. 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也是那在那那一些噶多路文，行政院莫话做马路哪路每一弯度，嗲小路巴扎不都给我一些？那个么大老板嘛心里嫩嫩的说不都给我，我那找一些报给去，也没会么个事。说给搞个不都给我一些呀？他做做那行政院秘书，么那是那在那那一些噶路文嗲麻利巴哩，说不都给我一些。第二个呢，马祖文物不都给我们米塞，怎么知道给的？给家国第二马布吉里那高雄澄清湖耍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马的扎尼万都古乌那买门阿鲁没意义。那个审计部一二在那那决算是那都马个是，耍给家国意思呀，高阿伯扎的尼多罗马的是那都第二小罗巴扎。마다아키아바내니디아부두케와나博物馆이모마리비비니바예민회의마가시제나나이시가비도원의신하드이소다주준나行政院我们光是在明年度的部分，我们就有编列整个筹备预算的费用，大概1亿2千万左右。除了要做主建物的净土设计，他也要做文物调查跟收集，包括数位典藏啊、展示规划啦。还有整个未来那个博物馆园区的整个事务管理，圆明会嘛个是，在那一时个多路文呢，阿丢嘛行政院当那个家具是那度，往往办得过买门阿路每一一往阿达，隔壁度文呢，到处专注筹备小组，嘛得给家具不都叫啊，嘛那是那噶罗文呢，第二马里巴里行政院美南，其实立为宴请馆。啊，不是个人住港房。那让我们所有的人可以进到那边，至少可以看到，例如像是模型，或者是未来的展望如何运作等等。园博馆当那不都叫啊，一多木罗尼亚在一边，就走路到了巴拉省走。马加西立为园景馆，你说得你引招文，得你马的胳膊早早马达加西那的当那下走了。马那是园博馆，得你马达德那早到那八只不饿，把你都马都堵入咖喱。马只不饿，不会说给他阿拉只干那到那咖喱。我那五六斤大娘啦，把那领口拔长，不会说他大概几斤的到那难度，点马干难度说马儿子没事。那个也是那八场，马达也是那单单那瓦拉扎干呢，走走路一堵木路耍干呢，马得，马得把早干么个事？马是你啊，后来就当那西蒙咖喱，马达奶奶一米，我一时不拉过当那早的，打过打不落。阿拉扎干呢，当那直播呢，的阿伯扎着那后来就当那扎扎呢木扎，牛里那小矮山，马达马是你当那后来就，也是马得有读书。我那把一堵木路掉，木不住不住，怎么这个打？我才亲自的体验到什么叫做喜得丁，什么叫做子弹，什么一些关键的一些这个法律的名词，什么叫做前膛枪，什么叫后膛枪，什么叫做准后膛枪，很多部落的这些猎人，这些法律名词都还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说熟悉这个。法律的相关的规定，相关的这些法律的规定的专有名词跟某一些规范，就等于我们过去的禁忌啊。你如果把传统的那个智慧的这个禁忌的这个理论来把它讨论起来，就是我所谓的猎人哲学。去之后，我们希望把这些有猎枪的猎人都能够集合起来，用这样子的模式，而不是在靶场，是在找一个比较属于类似猎场的一个森林里面。好好的模拟怎么样在这种环境下来训练他们安全使用猎枪的方法，这个是我们参与这个训练之后，我想回去的规划应该是这样子的模式。马加西理事长
阿拉扎干呢蒙嘎往往住古乌那西巴拉布苏伊尼亚，马该干奈拉住妈妈郎，南马罗过住阿拉比丘恩妈妈郎阿拉扎干呢，伊嘛因妈咪阿拉扎干呢干呢达瓦勒阿拉扎干呢达那纽里纳，马达马西尼伊杜姆鲁住马蒂巴格卡古。Dia takaji jini mapalipi ala zakanu. Dia makananu abadzu hulu. Niuli namata masini tamna holezu. Dia ba mu buzu buzu. 那但是这个过程 我觉得是蛮需要加一些第一个现代的知识法令的知识、啊、再来就是你自己传统的知识的这个结合才能够我们常常讲说要面对这些法令的管理，又要把你自己的传统文化能够传承下来，这样子的话我们狩猎文化才不会说因为猎人的凋零而完全失去这个所谓的狩猎文化。马西尼说给家国不会说把俄罗斯难度也是把他那么那里早期的新秀出出面的国家难度他们的地里第二把把公顶那个牛力那蒙嘎嘛的哪里的马干那弄咋摆？阿拉这个呢就不用的阿摆在河里做木子，嘛那是第二把给把都是那原住民自治给生，把你都嘛都堵入咖喱。原来四零三五五年的泰鲁格国家公园一度木了两家家一辆，第二嘛的那那辆嘛咋是把咋咋呢？泰管处的里面职工阿拉古古努，而且呢，泰鲁格国家公园甘嫩个拉布达那马里，巴杜布努那也是一年说你万万里里一年，甘么子讲呢？马里伊西德尼阿拉德姆阿拉达迪亚，德尼雅格鲁国家公园也是两达那万万里里面说，怎么说记得？零四零三五五年里面嘎嘎泰鲁格。人人马家长马不易，那个泰管处也是几把都是不都够。妈咪说，他拉阿尼我乌扎尼不会说乌木尼尼阿尼我，鲁马拉布拉玛尔达那拉布。撒下希望的种子，泰鲁格。第二，杜杜伦喜爱尼亚卡卡那泰鲁格，马格纳侬马西尼不都够稳。博格里巴茨宫马伯伯呢台湾丹那马西拉路嘎路嘎路鲁马拉伯那米祖布鲁恩奈马那西德尼阿勒德姆亚格勒穆索巴格勒族恩恩奈。那我们也希望在年底可以有一些我们预计是希望长春池部落湾或者天祥有机会在安全无虞的状况下跟民众们重新见面。那我们目前现阶段大概这两三年会投入30亿的经费朝着这个方向去做。那我也知道大家非常关心泰鲁格的重建的进度，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部正面的影像，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泰鲁格，给予我们支持。朱少文我说阿尼我阿巴兹拉乌姆尼尼尼亚嘎嘎那泰鲁格乌那自贡埃西马布布呢台湾马西拉鲁嘎鲁嘎罗我不准拉布马盖马里，马都不能拿米祖布鲁吉莫鲁，多么大比尼穆苏巴格勒族恩恩奈。现在你们来这边好像都没什么人哦。差太少，真的。我刚才一直走路说，我们真的是悲情城市，真的。OK， 心酸。心酸呐、啊，哈。求神帮助我们所有的工作顺利完成。美杜莎王阿达说：“拉布夏洛巴扎亚格鲁瓦尼瓦尼里，噶么子拉布阿拉德姆阿拉达迪亚，台湾丹那马西拉鲁嘎鲁嘎鲁亚格鲁国家公园而奈，马噶是泰管处，迭马波伊尼亚嘎嘎乌姆尼尼马扎斯巴扎扎呢，马该埃西那米祖乌鲁鲁马拉布。”马那得了太关注他们这本，干么子马干些不都叫啊？得你阿不亚了，阿不走啦！太关注他们不啦咋办？把你都嘛都堵入咖喱。往往顾家马的扎尼，而且那原乡得你穆达鲁安耍长照机构，马不吉利那成功分院他们
卫福部台东医院有哪一辆附设蓝景长照机构给生，而且那个老板呢，蛮无理嘛，打念了，嘛点那组五六把针，根本是感觉哪里，而且那些嘛蛮冷呀，等你把点蛮冷人五六把针长照灭着了，怎么知道给的？往往顾客嘛的三年那原乡等你木得路安。卫福部台东医院附设蓝景长照机构，那格罗阿伯呢，满屋里嘛打念啦，嘛点奈组五六八针。请揭牌，大家准备点掌声，谢谢。好，那请。台湾第二组墨西哥的妈妈郎喜爱，今么今么了，干那么是单薄那个为长照，卫福部也是给把都是第二不是单薄。台东医院那108在那呢，给各个住家咱们两个莫达路安长照机构，马在一位18都在那呢，有那瓦拉二十个么，念了朗朗刷那诺门，马里维维尼那在那呢一时马不记得住台东县马卡夏长照都木个。这个机构其实在中央我们在长照的预算里面其实大概有支援了3000多万啊，能够让它建置起来。那真的我们刚刚也看到它是海景第一排，非常好的空间，那也有单人房，也有多人，也就是说假设是一起住的话，那环境也非常的好。就我们原住民的整个社会结构来讲，其实有非常多的大概中年人这个青壮中年人是到外地去工作的。那我们部落大部分就是老人跟小孩，那所以其实这两者都是需要被照顾的。Ano mana itu? Ku mali tengah satu, satu mali tengah kira. Kalau awak tu ku kama ngai, itu ni inyarot. Oh, sakairak mati ni anak tatang ayai. Hai, tatang mangai, ma pakito nemita ku ni ni akan kufu itu ni miti putuci arasai.名该西西没说，马达的台东当那吉木吉木路社区，但那么五六八扎马子郎名在那个家哥马爹那组，多年摆着乌那马子郎比多个把的马能恩名在了那吉木吉木路妈妈啦，马达阿爸扎啦下了八扎长照当那个屋，盖起来哈很有安全感呐，对安全感呐，什么事情遇到我们都随时可以通知，要一下我们就专员就会收到了，这样。智慧手环呢，是我从2021年开始，我们从封滨开始试办的这个计划。那当时有这个澄清，所以我协助他们争取到2000多万元的经费。那么，当时我就许下一个心愿，就是说，那接下来台东，这个我们一定要在台东找几个点来试办。马布基里组卫福部台东医院附设成功蓝景注射长照机构，嗲瓦奈卡尔奈马马朗乌南马人穆纳斯巴拉纳乌米亚扎拉波纳卡尔奈亚扎人马纳西吉姆吉姆鲁马马朗乌纳卡旺旺马马人夏子布鲁巴尼杜马杜杜鲁咖喱。台湾当那无了在哪那呀？原来是乌那噶啦那那多那噶啦那那住所打念了。而是那屏东县狮子乡乌那一辆设不立设当那布拉古单路布拉古给生。而是那2019在哪那马爹那？那马达拉巴住该西西沃努呀？我你讲呢？说咱呢在哪那？爹马的路旁个爹马爹那？单路布拉古大概是今年我呢，没关系，到过部落给生。原来是乌南湾的当个资本个干安的呀，十八人。2023在那那乌南该西西买的收入多嘛？原来是噶啦那那做几代，还是木噜噜，把十六本湾的不同阿里阿里乌南伢加入多路走个咖哩。乌南开始说呢，布拉布当那马子郎阿伯在伊耍，买个十八个伊伢。原来马个小马头都马头做翁，阿伯不伊湾的当那咖哩马达蒙个。所以阿伯在给他安另外一些怎么走了？但路不牢固，马个南路弯的，马不会蒙个他们那恶呢？怎么走了给他？
上个有你睡到的感觉。来，十秒钟选。这里的人对他的土地，对他的生命的起源的地方的保护力是坚韧不拔，是一点都不让。甚至再进而对他的这个场域里面的家人是一点都不愿意退让的，所以他会坚持在爱这个地方的那个想法。这是那屏东狮子乡有那丹路布拉谷，伊说呀，社部里当那有站的独木谷，有那下丹路嘛达上丹路，该一鸟走嘛个是，刷晚呢呀，嘛该干呢那位住屋达走，干了嘛的部里嗲大叔这个诺，嘛个是家里呀，你阿奶那布拉谷那马路有独木谷呢。竹子哦，对，竹子，哦，十二公尺嘛，对，十二公尺，对。好，第三关，这不离小唐镇也是五分钟，好，距离啊，五分钟吗？其实像斗狗精神这个部分呢，是在比较早一些年之前，有一群那个年轻人自己在戏称自己的一个说法啦，然后一些年轻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都会常常笑自己是斗狗一样啊，因为斗狗很凶悍嘛，然后打起来的时候就是会一直咬着对手，都不会把它放开。他们讲说那个斗狗精神就是死咬不放的精神。到了近期，大家在不管是在做很多活动，尤其是像乡内的运动会啊，或者是我们，因为我们的那个青年每一年都会有办一个活动，他们就会定调成是一个斗狗的聚会。然后在第五届的时候，那一年因为 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年是我主办的。我就把他们拉回来部落里面，好，我就开始在他们的那个活动里面加入一些文化的东西。第一个，我是把他们拉到部落里面，让居民知道我们的青年们在做什么，然后再加入那个文化的元素，让他们慢慢的去了解，更希望他们去承担这些部分，这样子。其实你从好的方面去想的话，这个也蛮不错的，对，而且蛮符合我们现在淡路那种很团结的那种氛围。当我们自己忘记了族语，甚至我们不再使用族语，那我们还有资格称我们自己是噶查里西亚吗？对。
或者是称马扎安。那我们把它设为第一关，其实某种程度上面，也就是说在展现我们对于就是说文化这件事情，我们就要这么认真的去面对它。过去几年我们是对主语赋能这个是真的非常无力，我们也不晓得要怎么做，而我们只能透过说很多活动啊，去参入很多母语的学习认识，这样子慢慢这样子做。其实这个也是也不能说变通了，我们真的也是无计可施，你知道吗？我们只希望说让大家多一点机会去接触母语，先把它记着记起来，至于说可能以后有更好的方式去把那个主语附赠出来，也不一定这样子。对，谢谢，谢不要踩断头的，啊，是很老的，很老的，不要断头，有两重，一重在这里，最直那个吧，最高那个吧，我不知道你们选哪个，对啊，我说这里，一重在这里，哦，你们第二重第二重啊，或者第二重，另外一重就是可以的，下去看一下。该西西马达乌鲁阿拉比林亚，南马罗马里斯乌鲁多芒，牡丹路对牡乌鲁鲁，买扎那是经伊早家咖喱。马祖父母母国山那杂比起布拉古曼个德呢乌鲁乌，丹路布拉古说马里斯鲁多曼个呀，南马罗阿达那是该西西，咩那呀，下西马尔南马罗，瓦那一点阿巴多努蒙卡咖喱阿布西卡勒那该西西达那苏马西马尔。我们最主要是要去追考我们这个地区到底有没有五年祭这个存在。后来我们填调的结果是说有，可是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就是差不多也将近100年前的时候，刚好要轮到巴斯莫社了，就是这个主机感要回到就是巴斯莫，对，巴斯莫，所以就日本人就禁止他我们所有的祭仪活动，他怕我们聚集嘛，他帮我们聚众，所以他把我们所有的文化的庆典什么的都取消。我们家族人就会在五年祭的实施以前会实施一个拉杆竞赛，也其实从前呢，他应该算是一个以现在的话来讲叫乐那个趣乐趣味竞赛。从这个活动里面，他也慢慢去寻找他应该不是去看他的部落里面的男人，或者是他部落里面的族人领导力，是他的武力。对，是这样。是拉杆子这件事情其实是源自于就是说应该是前年吧，前年我们在做我们自己的传统领域调查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猎人跟我们讲的以前我们有的那个就是传统活动，然后我们透过这个传统活动下去延伸出我们的祭典，就是我们把它变成所谓的闯关赛。那它也是有融合了所谓现代的定向越野的那个观念。里面那个也没有带起这个呢，老哥，找老哥，看你们啦，可以立起啊，可以啦，来啦，看你们啦，来啦，那下面一点，他们要选细的。下面一点，哪个？这个最细了。在这个祭杆，我们为什么要我们要规定要踩赤足？那赤足它其实在踩的过程中，它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因为一个不小心，它就会受伤，就这个就很考验每一队带领者。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他的队员之间彼此合作的默契，然后观察力，然后甚至是有没有同心，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去意识到的。它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比赛，
它更多的是我们希望透过做这件事情让大家的心在一起，就是说彼此互相体贴，互相关注，互相照顾，然后共同的把一件事情做好做出来。袋子先放下，没事。走那边，走那个。拿过来。三，再来，再来，一二三，再来，三，好，好，好，哎，没，哇，刚刚好呀，刚刚好，刚刚好，放进去，来，我进去，锯那个结在下面，不然等下你们绑着我，你看着，再下来一点，再下来一点，再下来一点，对。杆子放上面哈，从这边下去。但路对南马罗亚巴多那拉阿尼达那达比尼亚，迪亚马布奇里多马尔哈达卡吉林伊马达比纳尔，卡吉林伊萨桑阿伊索德尼兹伦布拉古达那修拜，埃西达古斯鲁阿拉卡拉纳纳。这个旗子，你要在那个旗上面，要看那个位置。好，走，好，站起，站起，哎，站好，来，好，伙伴走，快走。以前我们这边有养牛，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转型的那个产业转型的事件，因为我们的枪被收缴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游猎到变成定耕这样子。因为就是定在山上，就是做耕种，然后也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我们这边也会跟外面接触，有交换，是，然后就是有水牛，我们就是用这个印象挂在我们的那个祭杆上面，那我们希望这个声音能够就是随着风这样传递出去，就是让更多人去听到我们的声音这样子，更多人能够跟这个声音能够产生共鸣。然后让我们的文化能够散播出去。Dia makanano makan sabang, dia mapupenu kalau kalua mata lumaliu na nong nong, dia mati sae unemu apas.等你住，马给沙巴我一年。
马达乌鲁刷牡丹路队，马达拉巴迪亚祖马里比维尼，马布奇里乌鲁乌南马洛那达比尼亚，巴纳德鲁姆姆努。2023在那那阿鲁莫努外刷牡丹路队沙外，马祖布我外呢独鲁在那那沙外。最大的成就就是尤其是团结，对，因为传承、传跟承这个东西，就是由我这个比较，就是应该是说我比较年纪是算比较大的，那我去带领比较小的人，我就是我这个动作就是传，那他所跟着我去做拉杆竞赛这些，跟着一起去做狩猎这些东西叫做承，他要去承接这个东西，所以叫传承。那这个两个东西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团结，嘿，这东西在一起就是团结，所以。我一直很向往，很向往，就是年纪，就是岁时季的时候，这个季节到来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主动去叫我们的年轻人说尽量的参加。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学习方式。丹路布拉古阿拉奈2019在那那马布依马格夏改西西，在那那那改西西无二呢马达祖父母，上丹路下丹路马麦里马里克布，2023在那那马迪里马族在那那，第二组上丹路西格尼尼。中秋节这个时间，它其实是最符合以前传统上面。小米收割后的那个季节，因为所谓的马萨鲁，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涵，一定也是配合小米啊，小米收成的时候，是对啊，然后再过来，中秋节也是最能够让大家放假回来的时间，我们也是在体贴我们的族人，就是说他们至少有时间可以回来参加这个祭典，对啊，那当然最核心的就是说。中秋节这个时间，它才是最符合我们自己祭典的时间。当然，在开始的时候，第一年其实只有我们这四五个人在做这些东西，然后一路走过来的话，当然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了。当时我们的出发点当然是复振文化的东西。其实讲真的，我们的认知跟我们知道的东西真的不多。其实。到了这几年我才慢慢想，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把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然后得到一个共识，对，然后再参照一些我们这几年，我们也是做滚动的修正，因为我们也是滚动在学习嘛，然后慢慢的把一些真正的那个文化的意涵啊东西把它加入进去，这样子，对，因为刚开始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张白，在文化这一块都是一张白纸的，对啊。然后，慢慢的也是从别的部落去做学习，不管是祭典也好，或者是像我们有很多那个文化的调查工作，都是慢慢的去学习。我今年最大的一个感动就是说，像以前很多人都看到我们在做这些活动，都会很赞同、很认同，但是今年不一样的地方说，他们除了赞同之外，真的愿意进来跟我们一起去做，这个是。今年发现最大的不一样。在马来牡丹路都做于社部的社群，也把做那点嘛就西部上阿兰那马卡族族风，以社路点嘛就马人找回那个价值。哦，所以社部的社群这个地方确实过去从传说老人家都是一个彪悍的一个社群。但是人很好，心很好，只是他的外表，毛毛的毛利族，所以马路发展，所以他们那一股修，当然全力以赴啊，不下来。
啊，多么久待在身上啊？三那么久嘛？啊，你们家搞古代那那些做那个啥里线？把这个料啊，是做做那，啊，那那那那些啊，是讲啊，做哩哩在做，啊，那那么该做那做，可晒那些呀？哎，做爸爸，做这个喽，稍微个，哎，不管人家咋，个爹爹，你也让俺家弄顺，啥事情你跟他妈个爹爹平衡呢？阿妹，三八姐。阿巴佐的丹路布拉国改西西马达拉巴2023在哪呢？里马马米亚在哪呢？那该噶往往是该西西，嘛该阿比巴多拉阿尼，南马罗阿多马多多路，该西西噶刚子，嘛达恩恩奈，阿拜真噶往往，原来是丹路布拉古造假，嘛该噶尼那位主物打造，鲁姆来伊西噶阿努巴蒂布里恩，乌鲁巴扎尼姆鲁嘛达阿乌兰，嘛不会伊蒙噶，多马达吉奇，我尼达姆那恩纳。2023在哪哪改西西阿巴祖拉噶尔那的蒙噶，第二把阿巴祖拉丹路布拉古第二马里达卡勒咖哩达那子本，我哩达那子本，第二个呢马该第二那恩恩扎拉维那尔蒙噶达那拉布给爸爸巴里巴拉马里布沃勒那那么六五布拉古，巴尼多马多多鲁咖哩。瓦嘎德，也是那格林古呀，就走路刚刚念说，马个下说你们哥，那个妈咪说本来是开米索拉路，乌那一堵木路瓦嘎德他们那打你咩嘎嘎，妈妈你是乌那把瓦嘎德他们那打你，也是阿拉走不路，第二种么打了吧，该西西不完了，等你下了巴扎下完那早，等你木个上那打咩啊不啊一年。妈咪说，原来是开米索拉路，命嘎嘎往往台湾他们那瓦嘎德，命了马个儿子。原来索拉路是那个路打你瓦嘎德，西部嘛到南部说马斯坦，伊嘛马个儿子住。那边淹水啊，那我们这边海水还算好一点啊，但是也是只是惨重啊。刚好已经流过了啊，台风来了嘛，苗有的被扫掉，啊有的存活的就留着，就继续给它复育起来，啊但是它的产量没有那么高了。现在那边西部现在淹水之后就没了嘛，啊花莲就不晓得、啊、还有多少的产量，就能够生存多少就收多少啊。啊现在有的苗都已经被打死了。噶拉那那东部当那尔奈，伊都木罗马该拉乌古。马达马卡藏瓦尼巴沙萨拉布达尼巴纳尔松苏鲁，瓦奈巴索拉鲁尼拉朗朗埃伊，扎尼台金马达拉巴族马布山比杜马达拉巴马顿万杜古马扎拉。那因为全省只有花莲在有瓜，那全省要用的瓜只有花莲某个地区在出产，当然它的量没有那么多，价格就会维持在那个价格，就等于35块到30块之间。瓦奈索拉鲁。
往往台湾瓦嘎德马纳尔港湾，那达米亚米加扎拉加林古瓦嘎德中南部达那米多往往，加林古朝马加西瓦奈索拉鲁巴纳尔瓦嘎德因马米亚族米亚那达那五城，伊玛加林古达那瓦嘎德刚阿尼亚那达米亚。Pani Tomatutulu Gali。 高雄市原民会瓦奈埃西纳纳玛纳玛勒原民当那塞多马勒戈布甘纳尔扎纳当那夏令营，在那那一时算马蒂巴早呀，马克萨邦尔扎尼莫纳瓦阿达，马达巴萨扎尔布巴阿达亚尔当那算瓦尼当那多么个，伊玛格扎瓦族塞多德尼马蒂巴伊尼亚。马蒂亚奈蒂亚多爸爸，乌鲁巴扎早家咖哩多马多多鲁，阿不只拉多鲁达尼拉蒂尼多罗。高雄原民会马里戈布第二届原住民儿童亲子夏令营，在那那伊西马德阿巴恩厄伦卡拉纳纳祖古乌纳巴拉扎尼苏马西马尔马达卡门嫩。马里维奇那么那么的妈妈呢他拉卡南的大概几几年他们那蒙嘎咖喱明天呢我那做马扎瓜的马卡马祖在那那一时卡扎瓦早给杜给马蒂巴说马蒂巴妈妈呢阿巴祖拉奶奶呢给你杜罗那时拉姆姆马药比姆尼亚乌纳蛋花圈还有备婚的文化，我最喜欢狩猎，很有趣，想要再来。别的族群的事情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今天有学到很多。阿瓦拉的母鸡里伊尼亚，嘛是早家马咖哩咖哩，努盖马蒂古鲁早家大爸爸，说灭了脑族那那么那么的不独叫妈妈人，嘛那是第五那第一年。瓦奈怎么只拉妈妈呢？嘛是咩个大个子子女当那吃不饱？觉得他很棒，对对，因为我们在家里其实也不太会有机会去讲这个母语，对，都是讲国语比较多。跟孩子第一次去学习的，学习了很多东西啊，像狩猎啊，然后射箭那些都有。妈妈郎比乌鲁。学员马达祖马吉纳马祖父母阿拉比尼尼巴拉扎尼干巴，修改阿达亚尔达那扎尼米亚纳，也是那高雄人民马蒂里马格扎瓦说阿达亚尔，在那那伊是乌那干王阿达亚尔达那杜木古，早起阿咖哩大吉杜杜罗阿玛噶西，阿巴杜努那阿拉邦杜马杜杜鲁阿里比吉恩塞多那比比尼尼，德尼巴达纳姆噶么嫩。祖祖鲁马拉马拉安马里祖祖，平常是在室内教学，可是，在室内教学的时候，我们的教学方式跟一种心情是有不一样的。孩子在户外的教学当中，去认识各种的植物类，或者是一些特别的单词的时候，他们会因为当下的一个情景会记得特别清楚。这个活动其实在都会区会办，其实最主要是我们听到很多都会区的族人，他们在都会区比较没有这种学习文化跟学习族语的资源，像在原乡都会有很多的语推组织会做这种暑期的夏令营，所以我们听到这样的心声，那还有我们的原民议员不断的在推动，所以我们才会在都会区办理这样子，那不同族语为一个主体，然后让小朋友来学习族语跟文化，然后也欢迎家长一起来参与。马里比比尼穆安安卡邦邦乌鲁巴扎阿米斯坦纳方扎莱穆斯老布杜鲁邦族在那那一时当那夏令营，格么子诺阿里德尼巴巴嘎努，嘛那是那么那么的当那妈妈努德尼巴马蒂巴，阿拉姑姑努加杜杜鲁阿拉祖布鲁，巴尼杜马杜杜鲁咖哩。从此了，给他布拉格当那妈妈郎，也是阿拉卡奈拉，免了当那扎尼，免了当那蒙嘎，也是阿拉阿吉亚。马里维维尼，马那是早家咖哩的马卡萨给爸爸阿拉家。也是那台东县宁浦国小当那大概都多罗马的石头，鲁巴藏湾的阿罗在那那，给爸都是巴蒂鲁邦人族瓦拉西纳的生活的诗，马达宁浦阿美歌谣专辑，马米萨阿拉比林恩族。
我拉西那的爹祖阿拉比宁人，宁浦国小西多都个妹祖巴拉扎尼专辑当那扎尼，祖祖罗那马能的马能，马该太平洋当那宁瓦尔阿巴那巴明德斯阿巴那巴毛正，马该埋在那拉乌古巴勒巴拉阿布亚鲁。最近几年来，在老师跟小朋友哈，对我们阿美族民族教育跟文化课程的一个汇诊及记录，都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新书发表会呢，都完整的呈现出来。宁浦国小西多加入杜鲁纳布拉国马马郎阿瓦拉埃蒙嘎马兹郎，马该噶阿瓦尔姆布布族尔奈乌米噶白伊吉迪古鲁巴拉扎尼蒙嘎。加多多路，明那当那查尼，努该加波奥罗查尼。马加说，乌鲁巴多族查尼对说，加多多路是那的，乌那赞查尼乌那。这个专辑每一首歌我都有就是有唱，然后每一首歌都有就是有我的名字，有我的声音。那在这个书当然是有我，因为作者里面就是有我的名字。那过程中都有唱，你觉得怎么样？其实在做这本书跟录这个专辑的时候，其实蛮紧张，然后蛮辛苦的。我觉得这本书很好玩，它是用小朋友的笔触去写，老师帮忙修改而已，不然你们会看到很多然后可是、那我们老师有帮忙修了一些顺序，那内容会比较平易近人的阅读，照片都是有部分的照片的耆老已经都离开了，那所以我们能够用歌谣跟书的方式记录，会很就是我们感动的一件事情。宁浦国小阿米斯达纳扎尼马里戈布乌曼尼巴拉扎尼亚妈妈诺阿米斯扎尼扎尼伊说，噶阿尼因妈咪马六叔亮乌那伊尼亚尼萨马拉阿米斯达纳乌那马宁朝马达夏兹布鲁巴蒂马嫩恩阿巴兹乌拉巴尼杜马杜杜鲁咖喱。说说满白个说啊，怎么做那少年他们那早家家里，那我那家家里母叔啊，过年嘛来年把你当啥给面？0800581600，说俺那么贵呀，八年干那八年了，阿拉星星啊，阿拉把走了，给带。